师傅，您在观音堂开始念大悲咒的十大利益：一、能得安乐；二、能够驱除一切病；三、延年益寿；四、常得富饶；五、灭一切罪业重罪；六、永离障难；七、增长一切人间的诸功德；八、远离一切诸不为；九、成就一切诸善根；十、临命终时随愿往生。我们知道念大悲咒能够增强能量，别的方面的利益，请师父给我们讲讲吧。如何理解大悲咒说这个第四条常得富饶呢？这个常得富饶，常得富饶吗？没有灾没有难，你不就富饶了吗？哦，大悲咒去消灾避难的呀。大悲咒是消灾避难最好的呀，你就是碰见流氓碰见坏人在抢劫你，你念大悲咒，这对方我告诉你突然之间就会逃掉，突然之间就会有感觉到有人来了，就是这样，不得了了。哦，过去说大悲咒人家要砍人家的时候，强盗手上的刀都会掉的。嗯，哎呀，不得了，这么厉害。那是否如何念大悲咒能灭一切恶业重罪呢？这个就这么念啊，你心里想着呀，想着我要灭一切恶业重罪，再念大悲咒，那么就灭了呀。你要说我要把这身体好，就不停的念大悲咒，身体好，身体好，那么大悲咒一念下去就身体好了呀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那我如果我念大悲咒，我说我就想大悲咒灭一切恶业重罪。对呀、灭恶业重罪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，你就明白了。好的。比方说人生很好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人生配在吃肠胃的药里边，补气、补肠胃、调和，是不是这个人生就起到这个作用了？你当时如果你人生把它配在补心脏的药当中，丹参片里边有人参的，那么你这人参是不是补了你的心脏啦？哦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请问一下，大悲咒好还是心经好的？师傅，请问你爸爸好还是妈妈好啦？啊，都好。不长智慧嘛？现在，你说太阳好还是月亮好啊？啊，都好。啊，你要是每天24小时没有月亮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是每天24小时全是月亮的话，你白天怎么办？没有白天了，你没有晚上，你怎么睡觉啊？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